让怎么了？莫名其妙，越来越会自拉的东西吧。哦，对呢，前一阵子我们挑战 Ghost Pepper 的，虽然挑战失败，但是越来越会自多，尤其是我。对对对，最近有点喜欢辣的东西。真的，我如果去麦当劳的话，我会买辣的炸鸡。真的。所以我没有挑战那个。那个？还有辣的东西吗？没有吧，毕竟那个是最辣的。还有更辣的东西。就是。嗨，嗯，你们知道这个吗？他们应该知道啊，很可爱的包装，很红哎。因为遇见见面过，大王麻辣干面，这是外带的大王麻辣干面。然后我今天真的想吃完，上次已经证明好了吧？这个是真的很辣的，你吃一口就不行了。但是今天应该可以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吃完大碗麻辣干面。今天可以使用全部的方法都可以，但是丢掉这个不行。丢掉以外的话，嗯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是最辣的那个挑战的那个，那个天下什么天下无敌，难怪这么红。三元第一次见面的，第一次见面，好朋友的感觉，跟我一样红。然后托比也还没吃过。其实对，那时候我吃的是好像中辣，中辣的话还好，哇，那是好吃的。所以你们现在要吃这个。好，嗯，好。这么红？哦，味道是这样吗？上次？对对，一样一样一样。这个闻起来没有很辣的味道。嗯啊，有好吃的感觉，也有吧。先我吧，我真的很怕，所以真的一口，小小一口，哎呦。マジか！おお！うわマジか！うわマジか！おお、好辣好辣！真的变红耶！おお！はは、真的吗？真的。认真？太辣了。对，所以今天准备最辣的东西，这是聪明买的乳化牛奶，有效吗？哇，天堂！一秒的天堂！哎呀，天堂太短了。哦啊，然后对，这个是一手啊，哇！我们挑战吃 Ghost Pepper 的时候用的，多米，干掉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一点就好，有一点。啊，但是真的吗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一直都在。我现在可以讲话了。Ghost Pepper 的话，放嘴巴里，然后一两分钟后慢慢来，后劲的那种。但是这个真的放嘴巴里，马上一秒会来那种辣的感觉。然后那个辣是 Ghost Pepper 的西北辣，真的不夸张。然后一直都在留在嘴巴里。但是我刚刚吃这么少一条。那么拍摄中啊，三爷，你去哪里？三爷，我真的吃出来，不行吧？真的危险吧？你这个真的小心。那一毫米米的，哦，哈哈哈不行不行。ダメ、水ダメ。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喝水，所以应该还在这个。嗯，对对对，肝胆有失对的。肝胆有失对的。マジか。お、那回来了。来。英雄大集合。什么人啊？我来，大家不要模仿这个。认真。看一下。哎，这个柠檬有效果了。辣，没有酸味，哇，没有酸味，真的是没有酸味。我觉得吃柠檬不行，啊，不行，吃柠檬后会更辣啊，真的吗？那白饭呢？白饭跟橄榄油可以，白饭有，白饭哦。上次我们吃那个 Ghost Pepper 的时候，最有用的是这三种：柠檬、橄榄油、白饭。现在辣以外的感觉都不见了，酸啊，痛啊，给我不一样的感觉，搞笑，搞笑啊，对对，搞笑，搞笑，开始啊，等等，不是。
男人们。啊，好来，那我要挑战，挑战什么？我的手掌这个洗干了，然后原来你只有一条，真的啊？刚刚有整个变红色的，一条而已。要是这个面洗掉了，然后吃一个。啊，应该变了，变了哈。还好是还好，但是还是超过那个 Ghost Pepper 的啊。但是真的有超过啊？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现在不会讲话，还有没有那个超级动物不用讲话啊？那跟我们这边不一样，所以应该直面嘛，但是有可能，但是还是的。成员。冷静一点了嘛，现在我嘴巴里也没了。这个木瓜牛奶的话，我以为像这牛奶不行嘛，但是有木瓜，有水果，像这柠檬是 OK， 所以我买看看。但是跟牛奶一样，就是一瞬间的甜的。然后柠檬的话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吃之后更辣？而且最恐怖的是没有柠檬的酸味，加上刺激的感觉。但是那个白饭跟橄榄油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有效果。吃这个时候比较轻松一点。你刚刚说煮面吧，可以吗？煮面有效果吗？应该一直的话不够，因为豆子要煮。那我们试验这个好了。那准备煮好了，所以我们怎么煮啊？直接放，全部都要放进去。对，再见，拉住。哦，看起来有效。这个辣的部分多好吃的啊！对对对。哇，这个千万不能喝吧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，对吧啦，对吧啦。我真的，你看这个颜色，所以代表里面有这么多辣的东西。啊，这什么？什么什么？这个地狱耶，那个丰满里面，对对对对对，妈的嘛。哦，面的颜色，很白耶。真的是变白了，完全了。看起来的话，这个是乌龙面。那吃吃看，不用吃那么大口。嗯，可以。哦，好很多。嗯，好很多不是吗？还是辣。队长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另外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巧克力。很甜。我觉得很有效果哎，巧克力。甜是甜，但是没有极辣的。哇，没那么有效果。辣吗？对，你刚刚用橄榄油，然后放在橄榄油里面，哪一个比较辣？我觉得它比较有效果。哦，不愧是第二个。第二个，现在是那个 ghost pepper， 哦，一样的感觉，或是比它没有那么辣，它比较辣。对。还是大不了辣橘，所以我们的计划变成橘橘子的话，可以吃碗大碗麻辣羊面。为什么看起来这个颜色？对啊，真的没有辣。这次也这个汤的部分变一点点红色，所以还是里面辣的部分吧。煮好了，第二轮看起来变肉肉的感觉，然后颜色更淡。来。完全没，没，差不多没有，可是还在。我觉得真的里面有那个辣的粉，还在吗？但是越来越没有辣，外表已经没了，里面很可惜。我觉得这个的话，再一两次煮的话，应该可以。你用咳嗽回答，好像用水没办法，因为里面的东西成分还在嘛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因为它是英雄，所以用这个橄榄油煮这个的话，应该会有很多效果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是爱迪生吗？对，我是爱迪生，妈咪王。放在这里还不上，那很聪明。那放进去，拜托，交给你啊。你不行的话，我们不行。哦，煮好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对，哇，对，对，对，哇！哦，啊，我拿一下，里面还在。啊，真的？外面真的完全可以，但是要一锅里面的辣出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让煮很久哎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面切很多次，然后做成小小一个，应该可以。原来那个橄榄油会
抛去里面，然后从里面接辣这样。继续干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王锋芒，王全龙，对吗？这个面，刚面吗？超棒吗？但是有这样的料理吗？那个日本的そば飯。啊，很想呢。这次干嘛？那我吃，交给你。小小的。哦，咬得很开心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哦，超越。还再一点点，那可以的啦，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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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真的，好吃吗？用一点意大利面。啊，因为刚来。不，勇敢耶！可以可以啊，真的可以耶！好吃，放盐的话更好。那个配备忘记了吗？啊，对。可是我觉得里面还有啦，一点点有。那是我们的目标是吃啊，一人一口，一人一口。哦，你有吃。剩下一点点，吃很多的话有点辣呢。回来了，那就看。你看，哇！不好意思，我不行。大米，交给我，交给 Edison。我是那个发明了 Edison 啊！哇！哇！吃完了。好，结束了。来。终于吃完了，厉害耶！我们天的小豆豆，我们就两次吧。然后我们没有厉害呀，我们做很多东西。首先我们什么牛奶跟那个白饭啊，或是柠檬一起吃，然后没有效果嘛，所以我们用水煮两次哦，可是味道还在。然后橄榄油一次，但是还有，所以最后切，然后再一次用橄榄油煮。但是拍戏了。还是我现在很痛。真的 ，Ghost Pepper 西梅医生的感觉。我也觉得。所以大家也如果要挑战的话，吃一点点。但是我不推荐，看我们的影片就好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们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去，谢谢。三月怎么了？喉咙很痛。谢谢。